不用管他，他的 Q 是 Q 我，是不会掉太多血，我只要不要吃小兵伤害就行，然后老师一起补刀。在不吃小兵伤害的情况下，可以 Q 他。What the fuck？ 他蓝不够用的，看到没？他蓝 Q 空了，我也不会掉太多血。我再吃完这波线，我就可以回家出药光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。我操，这闪现拉开，让凯旋回到血，但小兵把老子干死了。当心炸药桶！我虽然失去了创意，却失去灵魂。What the fucking doing？ 是 A 了一下被东娜丢了。好烦，我怕打野还来。来换血，血怕谁呀？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生。那双斗蓝，我得等一下我的 W。完了，还好丢筒子触发药罐 A 了他一下。哎，我这一 Q 一惯性操作没拉回来，妈的！AP 石头人。打个闪还行，再 Q 他一下。妈的，不交闪会死呀？怎么这么夸张？我操！不行，不知道去哪里搞了个神话装出来了。这不能解吗？可以解，得配合位移。你被击飞了，你在天上吃橘子，你可以用任何技能，也可以用闪现，可以用狂风，可以用滑铲，什么技能都可以用。如果你不用位移的话，你可以施法，但是你不能动，你得掉下来之后才能动，就把击飞的眩晕给你解了。不会回家了吧？啊！我伤害怎么这么低呀？我的发后的线！
What the fuck？ 喉咙早就无可再痛。六六六六六六六，怎么都被爆杀呀？把残忍，所有人，骷髅洗头人。更多火药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可恶呀！你小子最好给我注意点。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哎，我的 W 都没摁出来，没视野。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辛德拉朝我丢技能，我没有他的视野，我觉得很恶心的一点。你看石头丢一发 Q， 他都会漏视野。我操，好聪明啊，这人，聪明的石头人。我筒子在槽里面 A 一下筒子，筒子不爆炸，他站旁边都会有视野。烦的很，雷喽没啊！别让我逮住你们，艾克兄弟靠你了，先扔 Q 啊，给三环呢、啊。哎呦，两千血先扔个 Q 就好了，又差一丢丢。更多火药，逮不住你是吧？妈的，我 W 吃早了，给我吓了一跳。下次不能炸完二连筒直接上去 A 他，要丢二连筒，连丢两发二连筒，再丢一个单筒。哎呦，这也不爆哎。本来炸他这下他会死，就算不爆也会死，但是我 Q 出去的时候如果我死了就不会触发这个西南刀的这个耀光效果，就触发不了了。干嘛呢？旭任先出他加技能伤害，加成很垃圾，真的很垃圾。看我那个旭刃伤害削了一半了之后，我先把其他装备先出了，最后一件再出这个提升百分比伤害，你看好像没毛病吧？本身没有什么伤害的话，你还要出一个提升百分比的，那就更没伤害了，只能说是拉中子啦。哎，失误了啊，得了文呢？阿文，你怎么放个针眼？放个针眼，不管了，先打了对。好了呀，看到人家下来就别打龙了呀！你为什么老抢不过他？你跟艾克抢龙，抢不过男刀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。我操，这个东西直接给我滑铲给我打断了，把他勾回去了。怎么又不爆了？哎，我不敢闪现过去。算了，走吧。
那手太残了，完了，炸歪了，我操！哎呦，炸歪了！帮我把他们两个盾给破了，来、nice ！不行，炸不到呀！他们看到我丢筒子，直接走的108000里远。走了，回去大龙吧。哎呦，为什么又不爆啊？哎，这个女警运气是真的好，我每次炸她都不爆击。快一点点！对对对，就杀石头。这波很对，这推推棒帮我破破盾的有没有？没有。我操，被逮住了。队友应该能打得过，他们没技能。出个稳一点的装备，直接给对面开。有土龙龙魂，不点抗性贼防。我下波求他们接我，我做个狂风试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用。不行就等远古龙吧，感觉确实不好推。辛德拉这种英雄，前面好打是因为我很多波都把他抓死了。刚出来，石头人就撞过来。你又没连起来。啊，好低的伤害，说实话。我的仇恨将战胜死神。伤害太低了，低到我无法理解。要在野区蹲人好打。不然他们两个手太残了，杀到了，杀到男刀了，可以冲，可以冲，可以冲。哎，没有兵线。一波一波下路下路下路，从下路推，从下路推，在野区打舒服，在野区打我能炸他们那个双 C， 在正面打手确实太惨了，不好炸。没事，我影魔刀，我操，差点流血流死了。我影魔刀逆天攻。虎牙有个叫娇浪地的主播，可以去学一下船长的操作。学 Q 吧，他就是个傻逼，